洗家具呢，我爸爸他这个洗家具，他就是讲，是个南边的脚，东边的脚，南是脚，北是腿。洗家具我们从来呢，后脚就洗洗二趟，像老汉脚又洗半趟，像个杂脚有一个洗二趟。啊，太极呢，他就是个亚政府老师个施工教他的个太极，兵器呢，我爸爸呢他是个刀枪剑戟了什么都会有，在个民国的时候，他在南京嘛，学过一考呢，他得了个第三名嘛，家里给他呢一撮子个兵器嘛，灯花一类东西呢，个就是个在以前。在一个杂店里面呢，一个吃杂，我店里就是搞讲个事情了，搞爱了什么了啊？在不对的时候呢，就拿起来当兵器，把个桌子一抬，凳子拿起就是个兵器。我爸爸在省部就过的时候，刘伯渠各个老师呢，李亚文呢，刘聪明呢，跟我爸爸一道那个个是。我也心里是学了，就是跟他到杭州，就是给他们俩学。啊，我早早起来的时候好早，我这个压腿啦，什么都是好辛苦的。练功呢，我们早早的呢，一般呢都是个一个不钟头差不多，都是一共差不多要六十来年差不多。我有三个孩子嘛，他们好喜欢的。我小儿子嘛，2015年呢，到香港里面的参加个武学比赛，国际武学比赛，得了个武学学能冠军，也又拿了7块金吧。这老二呢，他也得了好多金吧。这老大呢，也有得了。在现在小学里面呢，他们每一个班级呢都有我们的课，有些苗子很好，他们呢到省里面去比赛了，到个地区里面去比赛了，他们都拿了金牌。这个西家族人呢，我呢就是个把我父亲交给我，自己不要给他往掉大围去大去，都要卷到下一代去，要把他发扬光大。弘扬这个武学。